生死山河挺脊梁，敢将日月再丈量，今朝为我少年郎。纯美长大了，也越来越漂亮了。2月19日，一名男摄影师晒出与全红婵的合照，并夸其活泼可爱。照片中全红婵穿着白色 T 恤围着浴巾，头发湿漉漉的，看样子应该是刚完成训练。他对着镜头露出笑容，眼睛弯弯的。还有网友发现妹妹的牙齿也变好了，眉毛长得超好看，属于是天生眉型好。此前全红婵爸爸在老家建别墅的照片引发了不小的争议，不过看全妹这样子，应该是不知道这些事吧。据悉，作为亚运选拔的重要一环，中国跳水队将参加从3月19日开始的2023全国跳水冠军赛。希望全妹别在意网上那些乱七八糟的评论，认真训练，期待听到她夺冠的好消。想法和目标是什么？也不要求其他人，就做好自己的就行了，也不会想着怎么样进前三或拿冠军，先放开吧。漂亮。